首先把这个口朝上，这样放进去，然后这个从这个口里面塞进去，然后这塞进去要顶穿过这个孔，然后用东西来顶上去，顶的超过这个孔位，然后拿这个小的这个螺丝锁在这个孔里面，把扭到底，轻轻扭一下就好了，那就可以了。